是甘露啦，真正会转的吼。可爱小童腕每年不一样，看得出阿嬷跟得上潮流。小小兵啊，现在好风光啊！乖啊，糖啊，本来来吞一下，这拢家己添的，给保护啦，皱皱的双手却沉稳有力。86岁黄吕丽珠手作品素材全都不花钱。阮孙仔回收价格扣的，咱做这就是废物利用啊，环保人。一系列实用背包，配色时尚抢眼。20年来，不停有学员跟着阿嬷学。这错了，不能改的话，就把它拿掉，再重新做一次。剪剩下的线，把那颜色配出来。北京嘛，足多，你小小的污染足多，起来，啥物人提线来，我都给搞。他较靠我嘞，我真佩服那个，我也够会骄傲。身体变好，也要地球更好。黄吕丽珠做志工，也跟大家教学相长。这个学编的比较困难，所以做很久了，真的很有耐心啊，很有爱心啊。阿嬷她有心，70几到现在86，一直在为社区服务，不是只有这个点哦。然后她疯狂的喜欢学习，都没有求回报，利用这一些环保素材让我们很疗愈。走这条路较可惜，所以哦爱笑吼安尼啦。一卷一绕，资深阿嬷用巧手推广环保生活。大爱新闻吴逸轩、陈立伟，高雄报道。